好，今天呢要给大家介绍一个新的手游，它叫做 Oddstar Mobile。 这个游戏很酷的地方就是它这个 Nightlight 键呢，我要去到 Dance Hall 那边玩游戏。那我开始选歌，可以选地方耶，在哪里咧？在铺吧。然后这里有很多最近非常出名的歌，我先学猫叫吧，刚刚一进来就是这首歌。耶，这是我，其实可以跟人家一起玩的，但是因为我现在先选自己玩吧。我们一起学猫叫，一起喵喵喵喵喵，在你面前撒个娇，哎呦喵喵喵喵喵，我就喵喵喵啊！一心不能二用，反正游戏呢，就是你要非常有节奏感就可以打天下了。最开心的一 part 就是可以去到 SPA hall， 然后可以在里面啊跟你的游戏的朋友 voice message， 或者是可以跟他一起跳舞啊，所以感觉是不是很不错呢？赶快一起下载，搞不好我们可以在里面一起跳舞哦。拜。